大家好，我是 Sean。멈춘시간속잠든너를찾아가아무리막아도결국너의곁인걸길고긴여행을끝내이젠돌아가너라는집으로지금다시 way back home名字你会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他这首经典歌 Way Back Home 了，同期进驻音源榜的歌手还有 Twice、 Mamamoo 和 A-Pink 等等，但是 Sean 当时就凭着 Way Back Home 这首歌一度登上多个音源榜的第一位。세상을뒤집어찾으려해오직너로완결된이야기를모든걸잃어도性强的旋律加上他独特的音色，令到 Way Back Home 这首歌一推出之后迅即突破一亿次的串流平台播放纪录。拥有甜美音色的 Sean 更加是一个超有才华的创作歌手，无论是音乐制作、作曲作词都难到他。当中 Boa 的 Fox、 EXO 的 Drop Dead、 Going Crazy 等等都是他有份参与的作品之一。而今年7月呢，他就带同新的 EP 回归同大家见面了。Sean 今次更加特登透过 K-Popper 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张新的 EP， 顺便同各位香港的歌迷打声招呼，一起来听下他讲啲咩。이번에옴니버스파트1만화경이라는 EP로 다시돌아오게되었습니다。굉장히각양각색의좋은세곡을가지고돌아왔으니까요그리재밌게들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많은사랑과많은관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Check out on K-Popper。지울 수 없는 길 난 지나지지 않네